威胁地球的三大魔头。你以为地球安全了吗？这些危险正威胁着地球。超新星、很辣的狙击手、爆发时释放的伽马射线，堪称宇宙最暴虐能量。WR104 恒星距离地球仅有8000光年，自转轴角度与地球产生30度的夹角，释放的能量只集中在恒星的两极区域，就像宇宙中一把上了膛的伽马射线炮，时刻瞄准着地球。一旦爆炸，地球将无法逃脱。太阳系终极 BOSS 不仅是地球的保护神，还充满着危险。51年后，太阳轻巨变殆尽，寿命耗尽，会像气球一样迅速膨胀，成为红巨星，越过轨道吞噬其他行星。此时的太阳温度高达155万摄氏度，地球迅速瓦解，最终成为宇宙尘埃的一部分，一切生命消失。黄石超级火山，沉睡中的巨兽，世界最大的超级火山，它的喷发周期约为60万年，如今已经进入了活跃期。它爆发时会将1000多立方千米的物质喷射到空中，形成含硫酸的烟雾罩，存在数十年，反射并吸收太阳辐射，热量无法到达地球表面，全球温度骤降10几度，第5次冰川时代来临。关注我，一起探索宇宙奥秘。